外体虽然很快，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就是不一样。所以我看到各位每一次看都是越来越美丽，真的是有神的荣光，真的都是美丽啊。所以现在我们也做一个，因为我们美丽老师营养师老师来，我们先做一个谢饭的祷告，我们就开始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殿前，主，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何等的蒙福，能够每个星期三来到 Oikos 坐在这里与主同在，因为主你就在这里，你看着我们，让我们心中有喜乐有平安。不管在外面我们难免遇到一些软弱或是风吹雨打，但是每个星期三只要我们回到这里，你就可以让我们喜乐，因为主你是日日的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神，24小时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这里真的献上感恩，也谢谢主为我们预备的美食，也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老师教导我们如何保养自己。主，我们在这里真的献上感恩，也谢谢主洁净等一会儿我们要吃的饮食，使我们都得益处。这样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呢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我想其实这位老师啊，我想我们都不用介绍，他一进来我们就知道，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认识这位郑千惠郑老师，也是营养师，台大医院的。每次我真的看到他，他的优雅的气质，他的笑容那么甜美，然后教导我们是那么有耐心和细心。所以各位，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郑老师，好不好？好，谢谢郑老师，谢谢。好，今天郑老师的主题啊，你们知道教导我们什么吗？对，如何护肝不卡油，这个题目好不好？对，你们好棒啊！你们一边吃饭都说好，这就出于真心的啊，太棒了。好，现在请各位把面包放下，腿上，我们能不能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欢迎我们的郑老师？谢谢。要请你上台了耶。准备机，我们在等您。大家好哈，那很高兴，已经好像有几个月还没有来哈。那很高兴在今天看到这么多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来的时候发现外面在下小雨，好，那大家还这么认真的来上课，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那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守护肝。那我想说，肝跟油有什么关系哈？那我想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的肝到底要怎么样来保护？那其实哈，可能大家从很久以前就曾经听说，你们哦，工作很累会爆肝哦，有没有睡觉会爆肝哦？那到底我晚上好都很晚睡，会不会伤肝会爆肝呢？这个男生是谁？你们认识吗？这个人是谁？啊？
我不认识哈。他其实我们那个台大医院肝脏的一个权威的医师叫许金川医师哈。那他就说，哎呦，没有这回事啊哈，那是以讹传讹哈。所以其实哈，我们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肝？当然睡觉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睡觉没有睡好，有人血压就会高起来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睡还是要睡得好。不过原则上我们的肝哈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大家稍微谈一谈啊。那其实哈，我们目前台湾人很多人有脂肪肝，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一般我们尤其是那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人哈，应该是还好，可是很多现在在外面拼经济的年轻人哈，哎，脂肪肝的比例还蛮高的哦，哈，蛮高的。那其实之前有个健检中心，他就有去做一个调查，哎，来到我们健检中心做的这些身体检查，这些人呢，到底肝脏状况健不健康？哎，发现有一半以上都有脂肪肝，哦，所以呢，那个比例是非常高，而且我们台湾哈，哦，这个脂肪肝的比例哈，哦，增加了18倍，哦，18倍，很多哦，跟20年前比起来，好，那你们知道肝脏在哪里吗？哎，大家都知道哈，哦，啊，它哦，其实它做很多事情，哎，哦，比如说它可以有代谢的功能啊，它肝脏里面有一个营养成分叫肝糖，你们听过吗？你们听过肝糖？所以如果今天你都没有吃东西，会不会晕倒？不会晕倒，因为你的肝脏的肝糖会被分泌出来，然后带到身体来运用，所以它本身它有这个功能。那另外一个，它一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解毒嘛，还有一些荷尔蒙的代谢哈，都是在我们的肝脏哈。所以其实肝脏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哦，啊，它这么重要哈，它又任劳任怨呢，它不舒服会不会跟你讲？不会。你那个一直操他，一直操他，他会跟你讲，他也不会跟你讲，都没有感觉。好，那常常都等到有感觉的时候，都怎么样？来不及了啦，好，来不及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很担心的地方。好，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肝脏照顾好。那我怎么样保护我的肝脏？好，其实一般我们肝脏会不好哦，大概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叫做脂肪肝，我刚刚有跟大家讲。那个咖啡豆没有了。脂肪肝，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病毒，台湾哈，哦，其实 A 肝现在比较少 ，B 肝跟 C 肝其实也是有。那 A 肝在哪里？哪里会有？哎，以前啊哈，我们只要家里面我有 B 肝，好，还是我有 C 肝，有些妈妈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把碗筷都收起来，不敢跟小孩放在一起。你们听过有人这样吗？哦，啊，可是 B 肝这样会传染吗？其实是不会的。好，那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录影啊？哈，我记得有录影吧？有哈。前几天呢，这个帮你们讲。前天呢，我就是跟了一些那个对岸的朋友吃饭哈。那他们的习惯是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我吃饭的，我们坐那个大圆桌嘛，那菜来的话就是大家。那你知道台湾的饭店都是，它就会一个筷子，而且是跟你的筷子是不同颜色的，哎。那我吃的时候就吃很快，我旁边的医生跟我说：“千惠，你奶吃这么少啊，营养师真的不一样哦。”我看你都不太吃东西，我心里在想说，我不是不太吃东西，是因为我看到他们都用自己的筷子一直在夹，所以我就不太敢吃，所以我。只夹第一次，夹完之后我就没吃了。好，那因为我们的医生呢，他很认真的在照顾我们的一些贵宾，所以他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说，如果我跟你讲，你大概也会跟我一样只夹一次，第二次就不会再夹了。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所以其实一般来讲 A 肝，它会从我们的唾液来传染，会 A 肝会好。可是 B 肝跟 C 肝一般来讲是不会的，它是要经过其他的方式。好，那 A 肝可不可以医得好？可以，可以 ，A 肝可以。好，啊 B 肝怎么样？可以吗？比较难。好，啊现在 C 肝呢 ？C 肝可以吗 ？C 肝其实现在可以，有药，啊有药。好，所以基本上
当如果我有 B 型肝炎的话，医生会怎么样？他会说郑先会来，你回来我的门诊半年一年，回来给我追踪一下，照一下扫一下那个超音波等等之类，看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他就追踪有没有什么病变。好，所以这个病毒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药物，有一些药物本来就会伤肝，好像什么药你们知道吗？有一个药伤肝还蛮有名的，就是像肺结核的药。所以其实肺结核，你知道如果我有肺结核，其实我只要一头药，我的那个肺结核的那个传染力就降低非常多。可是肺结核这个药，为什么？你知道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当我有肺结核的时候，我不必须被人家关在家里面，不能出门，对不对？然后每天会有一个人来我们家按电铃拿药给我吃，看我有没有把药吃进去。为什么要这样做？怕传染，他已经没有出门，可是为什么要有一个人一定要来看我有没有吃药？因为它的副作用比较多，很多人吃一半就不吃了。其实就是肝吃了那个肺结核的药之后，有人会有些黄疸等等不适的情形，其实还蛮常见的，所以药物其实也会好。脂肪肝就是吃，等一下就要跟大家讲脂肪肝，好，脂肪肝。那另外一个就是酒精，酒精就是喝酒啦。那我觉得一般来讲喝酒在台湾的文化里面当然也会有，可是我觉得跟外国人比起来其实是还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啦。我们大概都是应酬会去那个喝酒，可是在国外其实像我之前到那个苏格兰到一些欧美国家去，我看他们那个酒喝的还是蛮多的，尤其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大概周末大概他们都会常都会喝到趴，所以女生也喝，男生也喝，所以这个酒精当然也有，不过酒精有时候吃太多也会造成我们刚刚讲的脂肪肝的部分，还有其他等等的因素，所以当我们这一些脂肪肝啊或者病毒药物啊酒精等等的问题，就会造成我们肝脏怎样开始发炎了，所以发炎之后慢慢就肝硬化，然后就变成肝癌，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前面这几项我们都把它注意好，那是不是就不会再往后发展了？好。那其实我们先来刮包油啦。脂肪肝你们在要看过吗？脂肪肝就是分刮啦。分刮，很好吃，因为很油嘛。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脂肪肝的情形还蛮严重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今天很胖的人，尤其是胖肚子的那个脂肪肝的比例大概都很高。那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脂肪肝是不是只有在年纪大一点的才会有，其实没有呢。像我的门诊那个一二十岁的小男生那个脂肪肝的情形也还蛮常见的，那是小胖子，是小胖子。可是我觉得他们家大部分都有个特性，就是妈妈大概都不开火，家里都不开火的，就是家里他几乎都是沾上外食的这个族群，其实还蛮容易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特别要注意一下。那到底什么情况会造成脂肪肝？第一个就太胖。那问题是什么叫太胖？好，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什么叫太胖嘛，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身体质量指数就是1824，应该在哪里？18到24之间。你们知道什么叫身体质量指数吗？都知道，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会在看我们 的那个健康的状况。可是其实最近这几年，发现65岁、70岁甚至80岁以上的这一些人，所谓的身体质量指数应该在哪里？像我们小庄姐就比较瘦，我也比较瘦，应该24以上，到30这个 range 都 OK。 当然这个是国外的资料，台湾其实是可以再做一些研究，我们台湾人应该在哪一个范围比较好，可是一般认定大概会在24以上，那当然也许30对台湾来讲太高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胖的人脂肪肝的机会就很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工作、哪一个行业最容易有脂肪肝？好，营建业。你知道哈，我之前我爸爸跟大家讲过，我之前就是会去我们医院有跟一些企业合作，那我们必须去帮他们那个一些企业做一些健康促进啊。什么叫健康促进？就促进他们健康的一些活动。好，我们可能要请他们吃饭，教他们做运动，然后教他们怎么吃哈。那我们的那个企业就很多种多样化哈。那我发现哈，营建业确实。他们的那个所谓的三高啦，这种情形好像最常见，尤其脂肪肝的比例非常高。他们其实营建业还要看是在哪一个区块，你知道他们分很细耶，他们有画图的，有做水电的，有去工地的。我觉得去工地的那一群大概是最辛苦的，真的，因为他们一般看起来他们的。消耗体力是一个，第二个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吃附近的便当，你知道吗？他去到这个工地，他就吃这个工地附近的便当；去到那个工地，就是吃那个工地附近的便当。他们的形态，然后其实那个时间有时候赶工的时候，那个都很不规律，时间比较规律。所以其实营建业很辛苦啊，当然我们电子资讯业其实也是很辛苦那当然，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我怎么样可以把它稍微做好一点可以不要那么严重，好。所以其实我们肝脏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发生肝炎。那脂肪肝，那有人会想说脂肪肝的脂肪肝，反正我也没感觉啊，就是跟它刮薄油，你要干嘛要紧？刮薄油包胸部嘛是安那发炎啊，安那发炎的安那，它就会一直往比较不好的方向走。好，那再加有的人会有肝硬化、肝昏迷、肝癌等等的问题。好，所以这个脂肪肝的部分也是我们可以稍微去注意的。那前面其实 B 肝这几年，你们知道民国70几年之后，几乎都有出生小孩都打 B 肝的疫苗，你知道所以他们后来其实民国70几年，现在大概30岁以下的。可能啦，大概比较少有 B 肝带源的情形，因为他们出生之后就打疫苗，那其他像我们这一些的，大概就有人还是会有 B 肝带源的问题，有的是 C 肝，当然这个也是有。那个肝炎基本上都是，如果已经罹患肝炎，我刚才有讲 A 肝跟 C 肝可以治疗，B 肝就是继续追踪保养，那如果是脂肪肝呢？它可以有机会可以好吗？有机会可以好，只要你把饮食控制好，它有机会是可以好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就会要做一些饮食上面的控制。但我们很多病人很可爱他会很喜欢说：“不然医生你开一些保肝的药给我好了。”我们医生一般来讲会开吗？其实不太会的可能就开一些胃素药给你，总是胃素药，可能有吃没吃都没有很大的差异那基本上我们要做的还是要做一些饮食控制，那饮食控制就是不要太胖，油呢适量就好，甜食不要吃太多青菜要多吃，酒不要喝太多等一下慢慢会跟大家说这个身体这样子，跟有跟大家讲，这个18到24是一般我们在讲年轻人18到24讲年轻人，那如果今天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可能24到26、27应该都是还 OK 的，还 OK。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腰围，肚子不要胖可是很那个呢，年纪大之后都是胖肚子，所以这个是比较伤脑筋的好。那一般来讲，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吃油吃。不要太多，不要太多，那什么叫不要太多？对啊，可是适量这个名词好像，你知道吗？你的适量，我的适量，跟他的适量，好像很难讲你知道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就是那个吃太油所以有一些疾病我们来做了一些手术之后，就是把他问题解决了他就问我们医生说：“我
回家要怎么吃啊？医生说回家就正常吃啊，正常吃啊。怎么知道 出院之后两个礼拜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正常跟我们的正常不太一样哈。因为他的正常就是吃炒饭、炒面、炸鸡，这个叫正常，他的正常。好啊，吃天青菜都吃天妇罗那种炸过的，他的正常啊。所以那个正常，每个人正常不一样。那有时候，我会问病人说你怎么吃？他说我正常吃哈。啊，正常吃，有时候他的正常是一天吃两餐啊。可是对我来讲，正常是一天三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要说清楚、讲明白哈。那原则上哈，如果在座各位，我想在座各位应该是比较有机会在家里做饭的哈。一般来讲，做在家里做饭的话，油会比较不会吃到这么多。比较不会吃到这么多，那如果外食的话，原则上就会稍微油一点。好，那不要吃太油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不要每一餐都用到很多的油。比如说你今天有鱼用煎的，用油煎的，可能青菜就用烫的，我们稍微把它调整一下，这样还是比较好。那坚果当然可以取代一些油脂。好，那油的部分我想之前在讲那个地中海饮食，其实讲很多嘛，什么样的油是比较适合我们的。不过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植物油比较好。很多人问我说椰子油最近很夯，那到椰子油可不可以用？那我个人是说实在，到目前我还是没有非常的鼓励啦。对啊，对，有一些人在推广椰子油，不过原则上他目前还没有很大型的研究来支持说这样做是好的。如果今天只是一两个人有效，我们可能还是因为它有效，有可能是个案呐、啊，不太敢讲说一定是怎么样。好，那我们的油在哪里？我们很多油是看不见的呢。我们吃东西第一件事情要选择合适的餐厅，我不知道你们去吃餐厅会不会挑环境，所以我们算是同一国的。那也许是因为这样的，我们家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小孩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孩跟我说：“妈，我跟你讲哦，你不要去买某一家的煎饺，不要去买某一家的东西给我吃。”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都在路边洗他的锅子盘子，然后他把菜放在地上，基本上就是像这样。那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去吃。那有时候你会进一些餐厅进去，你就闻到很浓的蟑螂味。我觉得那些会吗？”没味，蟑螂味，蟑螂味啊，嘎抓，没有，你们没有闻过吗？因为这个哈，我们有录影，有些话不太能乱讲哈。不过基本上有几种餐厅，你进去其实很容易闻到蟑螂味。老鼠味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明显，可是蟑螂味有一些哈，进去大概有的都会闻到蟑螂的味道，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有一次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一家餐厅，而且那家餐厅网络上还蛮有名的哈，我去两次吃了两次蟑螂，然后呢，啊，我跟你讲我还很厉害，那个我吃酸辣汤，酸辣汤里面我还可以发现小蟑螂，你看我多厉害，真的。然后我们家先生说你是怎样吃东西都是在一直在挑东西嘛，我说这个可能是职业病啊，因为我们一般都要品管嘛，要看东西有没有问题。就那一家去两次，两次都中奖。我本来想说给他一次机会，第二次之后再也就不去了。我其实跟老板娘有点熟，因为之前也常去。我说哎，你们怎么会是这样？他说啊，对啊，我都用热水去冲。我说那个热水大概没有效，所以基本上就是要选择比较干净一点的餐厅。那其实后来你到外面吃一吃，后来你会发现就自己做的最好了，自己做当然还是最好。好，那不要吃太多的生食，生的东西不要吃太多。那还有一个原因呢，你知道我们年纪大的人常常都会吃很多药，那吃很多药，医生会开个东西叫什么？会开个胃药。那胃药大部分是在干嘛用？哎，你好聪明，胃药很多都来抑制胃酸。那胃酸有什么功效？
它有杀菌功能啊，哈，所以其实生食哈，原则上还是不要吃到太多，哈，不要吃太多。那当然新鲜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哈。那一般我们比较看不见的油哈，大概就是在绞肉里面啊。会磨一些。你们知道绞肉比较油吗？就变出来。果冻啊，骗人。绞肉比较油，你们知道哈？因为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上，有一次我的门诊来了一个人，他做什么的？我跟你们之前讲过，他是在永康街那边做师傅的。永康街什么有名？那边有几家很有名的啊？包什么？啊，有几家嘛？哈，我说。哦，你们那一条街那个小汤包、小笼包很有名啊！你会告诉我瘦肥比例？他跟我说6:4。好，我说6:4，所以你的意思是6是瘦的，4是肥的？他说不对，6是肥的，4是瘦的。所以一般来讲哈，我们的理解里面，只要是东西是用烫的，像水饺是用烫的，我们的理解是怎样？它就是不油的，不一定。不一定，是啊，好，所以你看我们家冰箱有两种水饺，一个是我妈妈包的，一个是外面买的。我妈妈包的明显就是难吃很多，为什么？因为它都用瘦肉，好，那口感上就不一样了。那第二个是什么？浓汤啊，好，一般来浓汤就会比较油。可是反过来，如果今天是要增加体重的，浓汤倒是不错，一般他就吃到比较多的淀粉啊，比较多的营养。那我们自己做的浓汤就不一定要奶油，我们自己用的浓汤就是可能稍微调整一下也是可以。还有炒饭这个不用讲，所以还有什么面啊？台湾的面食怎么样？你们知道干面比较油吗？我们所有的干面都油，除非你去吃日式干面可能不油，因为它是用酱油的。其他的干面大概都是属于比较油的。好，所以如果今天是要增加体重的，可能你可以用干面拌一点好的一点的油，这个 OK。可是如果今天我是要减肥，或是我不担心有脂肪肝的，哎，可能这个部分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好，还有一般勾芡啊，那这个勾芡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芡粉还有没有？你们觉得芡粉的问题在哪里？淀粉。对，可是我在讲油哎。其实哈，当然这个太白粉要讲有很多话题可以说啦，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什么太白粉它是不是安全的，它有没有用不同的方式来做怎么样，来做制造，有没有加什么东西进去哈？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一块，原则上东西只要勾芡之后，它的油其实会被包在里面，看不太出来。所以今天一样哦，如果你今天吃的是烩饭之类的，它一般来讲都是比较油，可是完全看不出来。好，这个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哦。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比较不建议去吃太多用有勾芡过的东西或烩饭。那一样的意思啊，如果在座各位你们家里没有开火，我都吃自助餐或吃便当。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什么？像我。开水烫过那也是一个方式。不过像我们家附近的自助餐，大家都知道我的习惯。好，我的习惯，如果我去买，他就知道我们家的饭一定都是另外帮我装。他不会直接把排骨跟饭全部压在一起。好，因为你全部压在一起，难免你就会吃到饭里面的油嘛。好，所以基本上像我们家，他知道我们家一家四口，可能就是把我们家的分量用另外一个容器，或者你自己带个容器去把它装回来。好，那这样基本上就会稍微好一点。那一般来讲啊，饼干、面包，好，或者是一些烤得很酥很香的那些，原则上油也会稍微高一点。面粉其实还蛮会吸油的，我问你们知不知道？对，很吸油，那些都是非常吸油的。好，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就是有烘焙的东西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橄榄油很好，是没错，可要还是要看哪一种橄榄油。橄榄油还有酥皮呀，你吃的只要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都是比较油一点的。好，那这些东西可以吃，可是不那个次数上要少一点，不要太常吃，不要太常吃。那甜食哈，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偏甜的食物，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
像我们的菜里面，像你去吃肉羹，基本上汤都有加糖，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出来哈。然后只要有醋，大概就会再加糖，有醋再加糖。那你到国外去，他们的餐有时候都只有加醋，没有加糖，你就觉得太酸，就不喜欢那个味道，觉得很酸。好，所以一般来讲，台湾的菜哈都会比较稍微偏甜一点点，哦，偏甜一点点。然后喝的饮料啊，饮料我觉得在座各位应该比较不会喝啦，一般来讲，含糖饮料其实那个含糖量很高。还有什么果汁啊？果汁哈，有些人牙齿稍微差了一点，可能就是会把它打成果汁哈。如果还可以啦，还可以咀嚼的话，我是鼓励大家尽量不要打成果汁。为什么？糖分是一个问题嘛，纤维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还有第三个，量太多哈。还有一个，其实你有咀嚼哈，对你的脑部是好的，比较不会失智，因为你咀嚼对口腔也是一个刺激哈。所以基本上还是应该是能够咀嚼，就是咀嚼一点东西，尽量不要直接把它搅打成一杯的。那除非今天是因为我完全没有牙齿，或者是因为我其他原因，比如说我人不舒服，那当然这个是另当别论。好，还有各式各样的甜点，这个就稍微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个有时候我们就会吃的稍微多一点点。那万一真的很想吃点点心，当然红豆汤还是比那些蛋糕饼干好一点点。好，那这个每日五蔬果，我想大家都知道嘛，什么叫每日，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们会希望每天三份蔬菜，至少加两份水果，原则上大概会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餐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发展一个，就是美国人都用盘子吃饭嘛，对不对？好，那台湾是用碗吃饭，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它其实就是把一个盘子哈分成四等份，然后一个饭放什么？一个放饭，一个放水果，一个放肉，哦，一个五谷杂粮。好，原则是这样子。好，所以它就是等于是全部都有。那最旁边那一杯是什么？牛奶。好，因为目前台湾的我们的这个族群哈，牛奶喝的比较少。那你们的牛奶其实喝的又比年轻人怎样多？我们的年轻人不太喝牛奶。好，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喝一点牛奶。然后呢，均衡的意思就是有饭、有肉、有菜、有水果。好，原则上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肝脏？就是吃很多各式各样颜色的东西呀，紫色、红色、蓝色、黄色等等，这一些都是非常好的。好，那这个当然在之前有稍微跟大家讨论过，我们都希望蔬菜、水果，就是要多样化，其实是最好的。好，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怎样？要远离一些伤肝的食物啦。好，我们刚刚讲要保肝，那伤害肝脏的到底我们有哪些？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那花生到底可不可以吃？欸，可是有人很喜欢吃啊，营养师就叫我不要吃。我若讲不要吃的话，等一下我可能走出去就会被人家抗议。你们知道花生有两个季节会产花生欸，你们知道吗？啊，哪个季节会产花生？不是，接近过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冬天，就是这个时候。大概十二月、一月这个时候，那当然现在是比较早，所以这个时候 的花生它是属于怎么样？新鲜的，那当然就是比较 OK。另外一个时间是七八月，就夏天啦，一年才两季。那花生要怎么挑？带壳的还是比较好，带壳的。好，所以如果今天，有壳，我卡了，就是有外面那个硬壳的。哦，还是比较好一点。然后买季节性的，就是这个季节，这个季节刚刚产花生，那这个就还可以。好，那有一些发酵东西，那当然我想大家不用讲，那个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红曲。好，那我知道哈，在座各位有时候会喜欢买营养品，有没有？有人在吃红曲吗？你们红曲都去哪里买？所以那个红曲，你们那个红曲胶囊都是去哪里买？药局买，然后
健康假说文人家就卖你了哦，真的哦，健康讲座哈，那也是一个蛮好的行销方法。那我如果想要买红曲，我要怎么买？红曲原则上如果没有处理杆菌，它会有红曲菌。红曲菌跟黄曲菌其实都一样，都是伤肝的一些东西。你们知道吗？哈，所以呢，如果万一哈，你要买一些健康保健的东西，怎么办？跟谁买？有机店买。原则上我比较建议可能还是药厂可能还是稍微好一点，然后当然如果他有做检测是更好。对，烟酒公卖局，可是我不太确定他是安全的，要看他有没有做检测。那一般来讲，如果你们在座各位有人在吃保健营养品的话，我觉得还是药厂卖的还是可能会稍微安全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药厂做的规格跟食品厂做的规格会不太一样，一般做药会比较严谨还是做食品比较严谨？做药嘛，只要它的制程里面有怕会有污染的问题，怕会有污染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些玉米跟谷物。好，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你们家的米都怎么买？买完之后都放哪里？哦，真的，你们这么棒，都放冰箱。哇，勾炸生虫都怎么办？拿去太阳下面晒一晒，虫走了再收回来继续吃。以前啊，现在嘞？现在因为我们人很少哈，所以不要买太大包，好不好？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啦。其实我们之前有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那个在金门马祖那边好像有些人肝的功能稍微差了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吃了比较多的战备。对，我觉得是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米因为我们是吃它叫主食嘛，米几乎是每一天都会吃到的东西，还是买稍微小包一点啊，吃不完就把它放冰箱还是比较好，比较好啊，不要买太大。好，那另外一些咖啡豆以前不用检验，现在都要检验，现在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啦。好，咖啡也会长霉菌哦，所以之前我有个朋友他拿了那个过期的咖啡给我了。他为什么会给我，你知道吗？因为有人说那个过期了，所以他就是一整批就不要了。那我那个朋友比较节省，他就去拿了，就说：“亲，我跟你讲我没有要害你，那个我都喝过了，喝起来完全都怎样，没有味道，没有那个奇怪的味道，没有问题，我做过实验这样。如果是你是我，你会喝吗？”我还是把它收了，怕他觉得很那个，只是我还是没有喝，因为其实长霉是喝不出来的。如果它真的长霉，而且它已经过期这么久了，它过期六七个月了，所以基本上我还是没有喝，还是没有喝。我觉得台湾应该都是吃到新鲜的啦。是是是，可是像我在美国，我们就有一些是他们有时候会掉那个玉米掉在，我不知道，他们就会在家里面是干燥的。可是因为美国那个环境，他们很干，他们比较不会长霉。那台湾基本上就是潮湿，但美国很奇怪，你饼干开了之后放在那边，它还越来越干，真的蛮奇怪的。台湾是不一样，一开没有马上关起来就软掉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这个部分就稍微注意一下，原则上就是新鲜哈，还是蛮重要的。其实会伤，对你讲黄曲毒素那个都是发霉的，是。可是会伤肝不一定是只有发霉的东西，其实还包括很多啦，药物啦等等其他的无微不微。现在污染其实也蛮多的，我们一般来讲，一些毒素的代谢是肝脏跟肾脏。
在代谢这样子。好，那酒喝多的当然就会伤肝啦。啊，不过当然有人说没喝酒会伤心。那酒喝多人都会有比较容易会有脂肪肝。那酒到底可以喝多少？酒喝酒的量跟它的酒精浓度有关，酒精浓度越高的，它可以喝的量就怎样，越少、哦、所以啤酒一般来讲是酒精浓度最低的、哦、所以它可以喝的比较多。那酒精浓度比较高一点的，像高粱啊、绍兴这些，当然它可以喝的量就是会变得相对比较少一点点，好、哦，比较少。那酒一般目前研究有好处的还是什么酒？红酒啊？为什么红酒有好处？啊？酒精浓度比较低，应该不是哈、哦。酒因为红酒会好，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呐、啊。它是怎么样？花青素很多嘛，啊、哦，花青素很多。做葡萄酒跟做一般的。我们吃的葡萄有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葡萄酒的葡萄怎么样？长得怎么样？你有没有看过？小颗，啊皮怎么样？厚，对不对？最后花青素含量比较多还是少？比较多，好，比较多，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还是要少喝酒，少喝酒。那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容易会造成一些问题的，当然肉类适量哈，啊不要太多油炸的，啊，还有腌制啊、烧烤啊之类，这个稍微注意一下。我记得之前在那个中秋节烧烤有稍微跟大家说过哈，烧烤的部分，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致癌物质，还有发霉的，哦发霉的，所以其实东西还是尽量新鲜呐，啊有时候很难呢，你们回家之后把冰箱打开。可能还有半年前的东西在冰箱里面的某个很深的地方没有被发现哈，所以哈原则上是最好是开封之后就怎样写个日期在上面，你可能会比较清楚说我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买的。那另外有个情形是，我不知道有些妈妈哈很喜欢把所有东西都放冰箱，我认识有人，哎那个家里两个人的两三台冰箱在用的。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特别，为什么只有两三个人，那个冰箱一个人一台这样子。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习惯放到冰箱，可是放到后来会怎样？会忘记呢，忘记。所以我觉得冰箱还是不要怎样，不要太多台，然后赶快把它吃一吃，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好一点点。好，那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有害物质啊，我想这个之前有稍微跟大家讲到一些食安的部分。原则上就是颜色，就是该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煮会绿会黄掉的，那就让它黄吧，因为它就是它自然的哈。那口感特别 Q， 特别甜，特别干，特别怎么样？这个一般来讲都会比较有问题啊。那抽烟、喝酒、吃槟榔，这个当然原则上是不行的，是不行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虽然哈。我们一般来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特别保护肝脏，可是你在外面药局他们可能还是会稍微跟你推荐一点东西，那我稍微跟你稍微说明一下。有些人有些研究认为胆碱，有个东西叫胆碱，胆碱这个东西呢，如果吃的比较少呢，肝脏的功能会有可能会被不好的比例会稍微高一点。那什么叫胆碱？基本上哈，口令这个东西在很多的食物里面都会有，好像巧克力啦、新鲜的一些肉类啦，哈，然后蛋啊等等哈，这一些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肉，主要是在肉类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胆碱，好，肉类，好，它是好的，它是好的，好，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哈，我们还是可以吃的哈，还是可以吃一点像这种肉类，那我不太确定在座我们吃素的，因为有些病人会问我说：“营养师，我到底要不要吃素？”我说：“你吃素是什么原因？”我要先问他嘛。有人吃素是为了还愿嘛，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他是为了还愿，我当然就比较不会说是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有人吃素，他是跟我说他为了健康，所以他要吃素。
好，那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太建议了。好，那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中国对，哎呦，最近我们很多对岸的会来我们台湾看病，我问你们知不知道？不过他们都用自费啦，他们都自费的哈来看看，所以我们台湾的那个医疗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对，然后他跟我说哈，他要吃素哈，我说为什么要吃素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其实是，虽然我们讲同样的语言哈，可是我觉得这几年这几十年之后，我觉得有些可能价值观跟文化都不太一样了哈。那我就在想说，你为什么要吃素？他说因为我们中国的东西荤的我都不太敢吃哈。我就说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的中国鸡啊，都15天就杀了、啊，这样子哈，15天就杀鸡了哈。哇，真的啊，那个鸡至少也要60天才能杀。他说我们15天就杀鸡了，您敢吃吗？我说哎，我不敢吃。我说这样，那我说那你不吃鸡，那你也可以吃点鱼啊。那鱼更不用讲啦，那个鱼啊都放了好多的抗生素跟那个什么荷尔蒙在里面啦、啊。哎呀，那个我们都不敢吃的。他这样讲，好，我说哦这样子哦，那鱼也不能吃的。好，那我想说，那是啊，那如果这样我还能吃什么？他说，哎，你们台湾有这种问题吗？我说，哎，台湾好像很少听到这个问题耶。台湾如果有这个问题，台湾就马上就被抓起来了哈，而且不然就会罚钱了。哎，也我不知道哈，我在想说，那个可能文化水准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他们，我说，可是我知道我们台湾哈，坐月子的时候，像我坐月子，我妈妈就会去吩咐人家那养鸡的哈，说那个这30只鸡呀、啊，你帮我养哈，然后那个看多少钱哈，是直接请家养。不知道台北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乡下是会这样做。我说你们可以请家帮你们养，他说啊这个不可能，哈，这样讲哈。所以如果是他那种情况，当然我就比较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样哈。不过原则上我觉得吃肉还是需要的，尤其是我们有年纪的人要记得还是要吃点肉哈比较好。那另外有一个东西叫水飞技术，你们听过吗？这个哈基本上国外比较会听到啦哈。那一般来讲他们认为就是好像对肝脏啊，那个欧洲他们就是会有点那种像这种东西来做一些补助品这样子。好，好，对，它的长相就是长这样子，好，就长这样子。那有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去买一些像类似的营养品来用。好，不过这个我发现在台湾好像很少看到，我甚至去找这样的就是营养品好像都是没有看过的。好，这个应该就是在欧洲会比较有，没有听过。好，其实我也是要准备上课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好，好，那一般来讲他们认为它就是 很好的抗氧化剂啦。好，那有一些很好的那个异黄酮素，异黄酮其实在我们一些蔬菜一些水果或是豆子类里面其实也会有，也会有。那这些东西当然不一定要吃他们那样的，我们台湾就是一些像黄豆啊等等那些其实也是有。那灵芝当然也很多人会被拿出来讲。那灵芝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就是它有抗癌的效果。好，那不过其实比较细的部分，可能还是要做更多的研究了。好，那因为有些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吃的怎么样，可以帮助肝功能，可以解毒啦，然后肝功能会变好，所以他们有确实还是有人在吃，有人在吃。那鲜这个最多人听到的啦。好，那到底鲜金有没有用？好，其实目前哈，这个鲜的研究哈，大概都是还存留在动物阶段，也就是说没有拿来做人体啦。好，那有没有效这个就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在做在人体上面。可是以我们台湾传统的说法，认为是有帮助的啦。好，可是如果今天尿酸太高，可能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尿酸是那个嘌呤是比较高的一点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五味子应该就听过的吧？好，那有些人认为五味子本身它也有一些保肝的功能，好，所以五味子有好像有做成那个一罐一罐的，一罐一罐。好，还有一个东西叫芝麻素，你们听过吗？芝麻素哈，一般在芝麻里面会有。那
我不知道你们芝麻都怎么买。你们家有吃芝麻吗？那怎么买？超市。啊，是一颗一颗的吗？还是打散掉了？酱哦。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不知道了哈。那我们有同事他芝麻怎么买？他就是买整颗的啦。好，啊，自己磨。因为其实不会知道说我买到的芝麻素是不是已经被抽掉了。有时候你不会知道。那如果它没有被抽掉，那请问一下，那我的芝麻素外面在卖的芝麻素到底从哪里来的？理论上应该是要有一些芝麻是被抽掉芝麻素，它才会有芝麻素的产生嘛，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一般来讲，芝麻里面会有芝麻素，所以其实我觉得芝麻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因为它有钙质，好，啊，它的油的含量其实它算是高油的东西啦，可是它油算是属于比较好一点的油，那当然它有芝麻素。那我讲的意思不是说要你们怎样。没有限量吃它，只是说有时候吃点这个东西其实还不错，是还不错的。所以那吃，如果你整颗吃，我觉得那个效果再不太好，因为你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所以那个就是没有吸收，还是要把它磨碎还是稍微好一点。另外有个东西叫金线莲，你们喝过吗？喝过，喝得惯吗？不太喜欢那个味道。有的人会拿来炖肉，有人会直接当泡茶，好，对。那一般来讲，有些研究认为，哎，是不是它好像也是有效？可是它一样，它停留在什么？停留在动物试验，就是说，做在小老鼠上面有效，可是我不知道在人体上面有没有效。好，所以当然金线莲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叫什么？七叶胆喝过吗？还可以接受吗？还可以接受哈。所以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好像在我们亚洲比较常见，好，亚洲比较常见，所以基本上有些人认为这个东西还不错。可是它是比较寒一点的，如果你体质是比较冷一点的，可能就不一定那么适合。那下面这个叫珍珠草，它主要是在韩国哈。韩国人呐，韩国人在用的，那这个在台湾就比较少见，就比较少见。这些部分就是稍微，让你们知道一下。所以呢，我要怎么样保肝？讲到这里，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太油。好，油脂的部分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饱和性的油，不要吃太多。好，饱和性的油不要吃太多。第二件事情。食物尽量是怎样天然新鲜，好，天然新鲜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好，所以小包的米，好，那不要买太多，好，那东西都是新鲜，吃完还是比较好，好，那原则上就是均衡天然还是最好的，好，不要去相信太多的保肝丸啊那些东西，基本上那个效果其实都是很有限的，好，那不要乱吃药，我们台湾人哦，洗肾哈，真的呢。真的，尤其我觉得台北可能还好，越往中南部其实是 越常见。啊，有的我们有遇过一些阿公家人不买，他就自己去外面自己买，啊，把那个什么沙鸡吼刷飘，那个是真的当开水在喝呢，真的，他会说他不喝，他觉得头会痛，类似那个东西啦，所以。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药物如果有不适，尽量还是不要买成药，跟找医生还是比较好。那一般来讲，我们台湾癌症比例还是很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那个肉类吃的量还是稍微注意一下。有几种癌症跟红肉有关啊？有几种癌你们知道吗？肠啊、乳癌啊、射物腺啊，这种基本上大概跟红肉都比较有关系，跟红肉饱和性脂肪，红肉就是四只脚动物的肉都是红肉，好，四只脚动物的肉。那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因人而异啦，我们之前好像有学弟来跟你们讲过肾脏病，对不对？好，那肾脏病的部分基本上因为它肉吃的量不多，我们就没有特别限制是什么样的肉，因为肾脏病的人
它吃的量不多嘛，它限蛋白嘛，对不对？然后又容易贫血，所以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严格限制。可是如果在座各位是健康的人，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是，红肉还是适量哦，一天最多一次一种红肉就好了，另外一次就吃什么白的，好、哦，红肉一次不要两餐都吃到红肉，好、哦，不要两餐都吃到红肉，然后不要太油啊等等哈、哦，不要。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哈，东西基本上不要太过于精致了，不要太过于精致，还是会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最后再提醒大家哈，就是均衡健康哈，原则上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肝脏会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点。啊，讲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的？有没有想要知道的？小庄姐，其实原则上，其实会开有时候就是因为你有需要，对。我很难跟你回答，比如说有人吃阿司匹林，一般来讲阿司匹林医生大概就会再开个胃药，有些药是比较伤胃的，是的。冷冻的东西要放多久 ？OK。其实原则上啊，如果只要拆封了，好，如果你今天他跟你讲保存期限是一年，可是你已经拆封了，那应该就只有一半，会变一半。对，没有拆封就照他的啊。其实你超过时间是有可能是味道，可能吃起来味道没有那么好。可是它有可能品质是 OK 的，如果放冷冻的话，那当然放室温就看它怎么包装的。抽真空，我觉得有些哈，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发现，我帮你打开了，不需要了。一段时间没有去那种所谓的大卖场买一些很大量的东西。那个哈，其实罐头它的杀菌方法，正常情况下罐头里面是应该没有细菌，因为它是完全杀菌，那没有细菌，它要再长菌其实是不容易啦。只是说它有没有可能它自己的品质变得比较差一点点？所以一般来讲，罐头有没有防腐剂？不会有啦，因为它不需要啊，它不需要啊，因为它没有细菌要长的条件嘛，里面没有空气，里面也许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细菌。当然不好啊，因为它是一个腌制的东西嘛。哎，后面有先生。请问现在的胆囊肿是怎么会产生的？胆固醇高吗？我的本身的胆固醇高吗？一般我也不太确定的，不过一般如果胆的问题，它跟胆囊嘛，肿嘛，对不对？一般胆的话，就跟不要吃太油啦，不要吃太油，胆的问题，不要吃太油。
不要太油这样子。如果吃太多就会容易不舒服，哎，不舒服，对，哎，还有没有其他的？泡面哦，哦，这个就把我考倒了。你觉得泡面里面最有问题的是在哪一个部分？对，基本上我觉得泡面最有问题应该在调味料里面。是是，它是炸过的，没错，它面条是炸过的啊，哎，是炸过的。可是它的油原则上会比你去外面吃咸酥鸡的油好一点啊，我觉得啦。因为它工厂，它一定只要酸价超过多少，它可能油就丢了嘛。你去买那个咸酥鸡，可能炸了三天还继续炸，你不会知道。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吗？好，谢谢。我们真的谢谢我们的郑老师，真的是给我们那么多的一些我们在以往都不太会知道的一些资讯，而且真的让我们知道如何的保护我们的肝脏，我想这真的是最根本，所以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郑老师，谢谢。